我不敢说，就怎么样？台湾是这样，常常会看到的。台神奇，金星色色的，韩国都是小小的，你们是超级大。我以为是一个温馨的故事，结果。好厉害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国女小孩陈妮。你在哪里？叫我孩子很累的睡着，今天怎么早起床来这边逛逛市场？啊、有什么道理呢？很有道理呢。这里就是很特别的台南善化牛墟市场。牛墟其实就是以前牛只交易的地方，所以这边杀牛吗？卖牛了啦，现在就变成农民市集，会卖一些种子啊、小鸡小鸭，种田会需要用到的工具。而且很神奇的地方就是。他每个月只有开九天，每个月只开九天，对，就是每逢二五八会开，每个月的二号、五号、八号、十二号、十五号、十八号、二十二号、二十五号、二十八号才会开市，然后通常卖完就收摊了，所以最好就是十二点以前就要来。对啊，刚开始会看呢。韩哥哥，好，走开。我们刚刚一来到市场，就马上看到牛肉摊店。刚刚去吃牛肉汤的时候，超级很多人，满满满满的人。我记得这家牛肉汤也是蛮好吃，肉也是蛮嫩嫩的。那你上次不是被蜜蕾绑架来台南吃六千吗？你觉得六千跟这里比起来，哪个比较好？我觉得那天是比较好吃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因为辛苦到台南，先苦后甘。对。还是我今天对你还不够苦吗？已经够，已经够。那我们赶快再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吧。他们现在卖什么呢？不知道哎。超级多了，在这边看看吧。真的什么都涨哦，万物皆涨啊。他们做干嘛？他们在拍卖虾子海鲜，而且块钱多少钱？对，有很多人去修的。哦。我刚刚发现有一个可怜的猪头。不是他们卖肉吗？肉店下面做木了。下面。是山猪吗？下一条。哎。我不敢说，就怎么样？台湾市场常常会看到的吗？没有，我也没看过嘞。好厉害！我感觉这个花香的味道很香一点。我没想到用虾子做成这个花香，这个真的虾子吗？因为这个是虾子。天发耶！耶！对外国人很好奇的，我会介绍素菜呀，还是卖海鲜？可是没想到他们这里卖寿司，哎呦，这牛头！在韩国是平常都不是卖这样的寿司吧？市场不会有。我不是这个东海人，我们的市场都没有这种类的寿司。今天应该可以。今天乌龟鱼变成寿司没？刚刚看的猪头，今天看鱼。想要吃的。可以买呀。但是我们要观光啊。那等一下观光回来再买。先观光一下。哇，你看，什么？天不下雨，哇，可爱，不是小鸡嘞，它是鸭嘞。我有小的故事，我小时候我的学校对面卖这个小鸡。啊，真的吗？在学校门口卖小鸡？对对，我买了一只就回家，我妈妈一直提醒我不让买这种类的动物，所以呢，我就马上把我的鸡给我的朋友，我献给你我的鸡，你好好的照顾它，我借它，我常常去它的家一起照顾，大概两三个月以后呢，有一天我想要。把我的鸡回来带回你家，那时候呢，我的鸡是不见啊、哦，不是在朋友家吗？他的肚子里面有呢，啊，在朋友家。这个小孩子这么吃掉我的鸡呢？我生气的很，一定很酷酷吧？本来我们也想要吃掉啊，什么意思？包养我妈妈的身体？什么？好的儿子。我以为是一个温馨的故事，结果。刚刚不是好好的讲故事吗？就想要喝茶呢。这里有没有饮料？还是你喝那个青草茶？青草茶，草的味道，你喝就知道。天上面的草，好，你很难得来市场，就试试看。谢谢。这个味道是怎么样？微甜。哦，那我就试试看。还有呢，凉凉的味道，我也说地很健康的味道，用地上面的草做成的，没有啦，那特别早的。我大概知道，很难说，在韩国有一个菜，味道就好像一模一样的。哦、真的、哦。过来这边的时候，突然看到，坐摩托车，然后有一个，还有摩托车，很多人。
发现有一个面包，不是面包啦，哦，这不是什么？煎饼。煎饼，它有厚厚短的，比较古早味的。古早味的，嗯，里面有包黑糖、花生、红豆。我想要吃这个红豆。哎，可是我看到它有一个特别香菜口味。我刚刚吃炒，用地上面的炒做成香菜，很酷哎，我没有看过卖香菜口味的。而且你自己吃，我帮你点一个试试。让我。我们刚刚买了猪脚 pancake 香菜，你自己选的，先苦后甘。靠着靠着我的话，要先苦后甘，先苦，客家人的精神，不就是？很多香菜哟，你是这些菜口味呢？这个超便宜的，这一个才15块。我觉得好吃，里面有花香，意外好吃。好吃的点是中间有酱，一甜一甜的，这个味道好像这个火豆。这东西真的吃，吃这个呀，红豆。里面很多红豆，就是这么多15块的吗？对啊，15块哎，超便宜的。不错，又好吃。这个是比这个不那么甜甜的啊，但是口气是越来越中间没有的。15块，不要计较。15块的话 ，CP 值很高。其实我们刚到市场的时候，这个路上很多东西，农业用具的啦，家具啊，全部收摊的。现在几点？现在11点，全部都不在，还是这里市场是到12点，就路上是早一点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逛逛的话，要早一点来哦。所以我们是早一点来。好，吃这边吧。我觉得这里市场有四季节吗？冬天的煎饼，夏天还有书。现在是夏天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已经脱了？啊，好的，包括我。这个就是树苗啊，你可以买回去自己种。在韩国市场也常常看到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们平常菜市场不太会卖，要买花啊、树啊都要去花市。这边比较特别，是它都融合在一起，有卖工具、卖树、卖小鸡、小鸭。这个好像小贝百货，全部都有的。这是想买这种类的，就是养的吗？还是自然的抓的？不知道。这个就板桥也有的呢，公园也有的呢。太神奇！这可以拿去比赛的。真的假的？怎么会看到它是？去练，然后让它可以飞回家。哦，啊，茶几里面的这个number one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！大家恭喜发财，红包给我。韩国没有的。韩国的话，不同种类的。啊，真的吗？你们也会贴春联吗？好像有啊。哪一种？很久没有看到。第一次看这么大的。我第一次看到哪里？是韩国的，在这么多。我就在台湾三年。很酷哦，跟你的手一样大。刚刚发现比我刚刚看的鱼更大，你看，我面就这么大，我的半身材的感觉。这是什么鱼啊？石斑哦，很贵的，很棒的，是过年的时候会吃。怎么那么大？哦，就是这么大。这个韩国的话，种类是不一样，韩国都是小小的，你们是超级大。这算超级大吗？很多人看。你有看过烧酒螺吗？看过是看过，但是我没有吃过呀。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看？不然你进不去买吗？来，你看吸，有吸到吗？好好吃，辣辣的哦。嗯，那味道刚好。在韩国有一个是河边就有啦。嗯，有啊，也是小小的手工，把这个里面的肉拿出来。哦，真的？可是这个要手工一个一个挖，很累。我以前做过呀，帮我妈妈做料理是不是？好的，在路上卖鱼，这不是我们黑吃的鱼，这个是孔雀鱼。哇，这个太神奇！我这里面真的各种类的鱼。台湾人喜欢养鱼吗？喜欢，而且小时候老师都会教大家。啊，我们也是啊。但是我常常看到你们医院老师有一个房子，常常养鱼吧？啊，观赏鱼，有个是超级大。我这边卖工具，完全精心色色的。
对，星星厕所。哇，总之我们结束逛逛市场，这个很特别的市场嘞。有一个地方卖鱼，一个是黑翅的鱼，一个是黑羊的鱼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上面卖酒肉的小内羊，活的小猪，好可怜嘞，怎么奇奇怪怪，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卖了。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，全部都有各种类的。逛到我现在有一点迷路，我们要怎么回家？你只有一个人迷路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如果。那我们影片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按赞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韩国女士阿陈妮，我是杨小姐妮，再见妮。那等一下逛逛回来再买，先逛逛一下。